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Dan。 大家 Twice 全员续约了，一镜头休息之后，因为太激动，所以就在这里打开相机了，所以音效如果有点问题的话，请大家见谅。 7月12号，JYP娱乐官方声明 ，TWICE 在今年秋天合约到期前，所有成员们与公司完成了续约，让 JYP 娱乐在 K-pop 产业奠定地位的 TWICE， 以及让 TWICE 成长为代表 K-pop 的女团的 JYP 娱乐，以这样的信任为基础完成了续约。 2015年出道的 TWICE， 在各种颁奖典礼拿下新人奖大赏，在日韩两国专辑累计销售量突破1000万张，海外艺人史上出道最短时间在东京巨蛋举办演唱会，全世界女团当中拥有最多突破1亿观看次数 MV。 2022年美国巡回演唱会9场全场售空，再加上男团solo专辑登上美国 Billboard 207位等，这次的全员续约可以让 TWICE 的传奇历史继续下去了。所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是。 今天我人在罗德威尔德，又能听到 TWICE 全员续约的消息，真的是太幸福了。虽然昨天也说过了同样的话，但是今天还想要再说一次 ，TWICE 现在才是开始。最后也希望之后能听到更多三代团全员续约的好消息。 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